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以团之名的新生李明阳。你们在优酷星球给我寄来的明信片我已经收到了，接下来我就来读几封。第一封是来自杨哥，成都的粉丝。亲爱的杨哥，初次见面时在以团之名，他让我遇见了最好的你。初见你的青涩懵懂可爱又努力，在节目里的你不争不抢，真的好有礼貌。希望接下来你和你的兄弟一起努力，做最耀眼的李明阳。希望你永远开心，哥哥新年快乐。谢谢这个来自我老乡的粉丝。对，我亲爱的杨洋宝贝，天气冷一定要多穿一件衣服，我会多穿衣服的。对，第一期录制因为个人原因没赶上，真的非常后悔，记得要贴暖宝宝出去吃饭。其实我想说，就是你喜欢我，就是我已经就是很高兴了，下次一定有机会我们也会见面的。对，一定要多穿衣服，不要露脚脖子，遮住。杨洋姐姐爱你啊，马上生日了，2月1号，杨洋加油，姐姐爱你。谢谢这位姐姐的支持，也谢谢就是姐姐你记得我的生日。洋洋19岁生日快乐，做着热爱的事情，未来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努力，健健康康，不要受伤，开开心心度过每一天吧，前路上长，伴你而行，未来可期。谢谢，就是祝我生日快乐。我现在就是正在做着我热爱的事情，我一定会就是照顾好自己，然后健健康康的，谢谢关心。从暑假知道了你，一直在默默关注，知道了你要去参加以团之名，天天等着给你佛光树，希望在录制节目的你能吃饱穿暖，不要让我们担心哦。李明阳，觉醒东方，一起发光。嗯，谢谢这位饭团的关注。嗯，也谢谢就是你每天给我佛光树。你跳舞很棒嘞，不要对自己不自信哦，多看看镜头，看看姐姐们吧，继续努力加油哦，姐姐们也都在努力生活嘞。虽然就是之前有一点不自信，现在我肯定就是不会就是和以前一样了，然后我也会多多看镜头的，姐姐们也要加油。对，杨哥要记得每天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好好长高，好好保持盛世美颜。谢谢这位饭团的关心，我会就是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长高的话不知道还能不能长，好好保持盛世美颜。有盛世美颜吗？谢谢夸奖。洋洋加油努力啊，别的都不担心，不用烦恼，有姐姐在你背后呢，洋洋照顾好自己，等姐姐来看你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然后也谢谢就是这位姐姐就是能来看我。 Hello 李明阳，看了万有引力的直播，觉得你也太乖了吧，要多说话，要多多表现自己，不要害羞哦，姐姐服你了。谢谢就是这位姐姐就是来观看我们万有引力的直播，然后也谢谢姐姐就是你每天都在服我，我会多多表现自己的。亲爱的哥哥，我真的超级高兴能遇见你，我仿佛醉在你的微笑中不能自拔。有啊，你是我的阳光，我真的超级希望哥哥能更努力，千万不要放弃。谢谢你的支持，我以后也会就是多微笑的。李明阳你好，我是水蜜桃，别管我在哪儿，你吃饭没呢？你平时能不能把眼睛睁大一点？这么大可以吗？有没有在里面交到新朋友？就是我在节目里就是交到了很多新朋友。马上就是你的生日了，生日快乐呀！明信片是1月27号写的，姐姐爱你。谢谢姐姐，就是在我生日之前就已经知道我的生日了，感谢。谢谢你们每天follow我。